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啊！我也代表我们节目组，对于大家邀请我们来到美丽的徐州，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啊，欢迎曲薇老师。胡烈老师，欢迎胡老师。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帮助过我很多，但我们在一起之后，他变得越来越自我，做事从来不去考虑我的感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对待过一个人，我费了很多心思讨好他，可是他什么都不愿意接受，总是说我不理解他。他总以为自己特别爱我，但他对我做的很多事都特别胡闹。我很讨厌他身上的一些缺点，他从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我已经为他付出够多了，他却总是不满意。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觉得我在认真对他好。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张先生，27岁，来自河北待业，有请小张，有请贺女士，26岁，来自河北实习医生，有请小贺，有请。欢迎两位啊，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是吧？对。是同班同学吗？还是一个学校的？同班同学，还是前后桌。那时候就是关系不错嘛，啊，他经常给我买东西吃。就初高中的时候就吃人家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在什么时候两个人就好上的呢？高中毕业之后，他跟他爸去工作了，然后我就读大学嘛，啊，中间其实有一两年没有联系的。大三那一年就回老家，有一次就偶然碰到了，我们就那时候就恢复联系了。恢复联系，我那时候是因为大学的时候过得比较困难，压力也比较大，也经常兼职，那时候也是助学贷款嘛，所以就经常跟他倾诉。他那时候对我就是特别体贴吧，就是耐心的开导我呀，那时候就特别感动。然后时间长了，反正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是初恋吗？是啊。是初恋吗？是啊。哎呀，你看多波折啊，这不挺好的吗？现在谈了有多久了？谈了有一年半吧。发生了什么让女生现在开始对男生不满意？男生啊也挺抱怨的，说说吧。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就一开始对我特别体贴，嗯，然后后来特别的自私，然后让我忍受不了。哦，举个例子说好不好？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嗯，他送了我一条项链，我又是学生嘛，我也没什么收入，那项链我觉得对我来说挺贵重的，我也没什么东西还给他，就我觉得两人在一起是平等的嘛，我不能乱收人家东西，所以我当时就没收。但是他呢，他转手就把这东西送给人相亲的一个女孩子了。谁相亲呢？他去相亲。主持人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我们俩在一起嘛，再说他过生日，我觉得我有必要送他一件礼物啊，对吧？我觉得这很正常嘛。对，他也有权利不收嘛。但我们俩谈恋爱，我送他一件礼物太贵了。不贵啊，就2-3千块钱嘛。焦点不在这儿，这怎么后来又相亲又送给别人了呢？焦点在这儿，就是我花尽心思挑选的礼物啊。啊，我就觉得他肯定会很高兴的。对对对。但没想到他直接就当面拒绝了啊。本身他生日的，我们都应该很高兴啊。那天饭也没吃成，我们俩还大吵了一架。然后呢？本身我年龄也大，我爸妈那边一直强迫我去见面嘛，啊，相亲。然后我没办法，我就跟别的女孩相亲，就顺便把那个项链送给她。就看上人家了？没有，我能做出来这件事完全就是想气她一下。我跟那女孩后来再没联系，我就喜欢她，我跟那女孩的联系什么呀？不是，那你干嘛去相亲送人项链啊？我就想气她一下嘛。不，这事儿她告诉你的？对，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尊重我。这太嚣张了。这个，对对对，我说你爸妈让你去见那女孩，说对对对，他不能欺骗我呀！我给你买了礼物，你不收，那这礼物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分配它都行啊。那你当时还跟我在一起呢，你就背着我跟别的女孩子去相亲，我觉得你这点做得太过分了。我那一直想简单的气你一下，再说我后来不跟你……行，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件事儿他生不生气？反正我挺生气的。他生不生气？你觉得就是你把项链送给那个女孩，他生不生气？我觉得他肯定会生气的。会生气是吧？对啊。姑娘生不生气？生气，特别生气。好，
今天你跟曲总相个亲，再送他一个香吻，反正是生气嘛。那行吗？那啊，为啥不行？我不是为啥不行，想简单气他一下吗？他也想简单的气你，但是我跟那女的后来也没有后续啊。不是，人家也没有后续。那不行，那不行。这咋不行呢？不少不做事混嘛，然后你还觉得特委屈是吧？对呀、啊，我花心思给他买的生日礼物他都不要。是是是是，所以你就给别人呗。就简单气一下我，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呀。对对对，他到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对，没有认识到啊。对，然后后来呢，他给我道歉嘛，道歉我一直不理，然后后来他没办法，他就过来找我了。他原来不是跟他爸一起工作吗？啊、他把那工作给辞了、啊，说辞就辞了，然后就过来找我。他说我都是为了你，还不是为了陪伴你，我就把工作给辞了呀。过来就辞了，是说你们之前是异地，还是说？他在老家，我在我实习的医院。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在石家庄。他呢？他在邯郸。哦，从邯郸到了石家庄了。一开始我还挺感动的，啊、觉得他是为了过来找我。啊、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让我挺有压力的，因为我们俩不是刚吵完架吗？我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是不经常沟通，或者怎么着？我就想过去跟他多沟通沟通，就有没问题当然最好了，有问题我们能及时解决，这样挺好的嘛。是，但是没想到后面事越来越离谱，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啊。那你说，他后来聊到这儿之后，他又说你怎么不陪我呀？你每天就知道工作，要不然你就跟你室友在一起住。我搬过来这儿我是为了什么呀？老是这样，然后我就过去陪他嘛。他家里边的衣服、脏袜子什么，都是一堆一堆那样堆着，从来不知道收拾。我一开始过去的时候就帮他收拾收拾嘛，那我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那我总不能一直给你收拾吧？然后后来他实在太乱了，我就不去了。他又开始生气，我来这就是陪了你，就是为了你，你就不陪我？他说我不爱他。嗯，那肯定啊，那刚开始你收拾的时候不也没说什么吗？那我时间长你就不能忍受了呢？主持人，你听他说这些，那我就应该跟你收拾一辈子吗？我看别人家情侣也都那样啊。谁家情侣是这样啊？他实在太乱了，没有一点就是自己的生活能力，就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在那个环境。乱是吧？自己开火吗？叫外卖啊？那外卖盒子都那里面汤都馊了，不收。臭袜子，对，臭衣服，对，加馊了的外卖盒，对对对，那不是我扔垃圾桶里了吗？不是你是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还扔到自己家的垃圾桶里？扔自己家垃圾桶。那我出门以后再带出去吗？啊，行，听明白了，就是个人卫生状况比较糟糕，是这意思吧？特别糟糕。啊、行，再往下说，又后来又发现什么了？这屋里已经够乱了啊。后来他要养一条狗。为什么养狗啊？他喜欢狗吗？哦，对吧？他喜欢狗，我想说我们俩经常吵架，我说买一条狗回来，最起码让他下班以后就能从工作的那个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挺好的吗？我给他买完狗，他还让我帮他收拾狗，我哪会那个？再说我本身就不喜欢狗。我是跟他说过我喜欢狗，但是我当时说的时候我是这样说，我说养条狗嗯多好啊，吃完饭之后一起散散步遛遛狗是多好啊。他倒好，买了狗之后狗的卫生没收拾过，就是那狗在屋里拉了，那大便干巴都不清理。那我本身就不喜欢那东西。我去他家的时候一推门就臭烘烘的，乌烟瘴气那样，我真的受不了。你可以收拾吗？你看他现在还这样说，那为什么就是我你就不能收拾吗？我说了我都不喜欢那个东西，我是为了让你开心我才买的。那狗现在呢？我狗现在他拿他宿舍。后来是因为是房东说你把屋子脏成这样，要不你就搬出去，要不你就收拾干净，他还是不收拾。那我总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吧？就我没办法，我只能把狗领回去我养着了。哦，我听明白，这小子是想拿狗把姑娘给骗了，结果姑娘没骗来，狗还被姑娘给骗来。你的懒得可以啊，你太懒了你。还有花钱特别大手大脚，因为我家庭条件是属于那种很一般，就是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那种家庭。他可能是比我们家好太多吧。他来到这儿之后就乱买东西，像那种平衡车呀，像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他说我买给你啊，买给你做家务你就不累了呀。就买这些东西，我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你就退了吧。他也不退，他说买都买了，退什么退呀？他把这个买来本身就是想减轻你的负担啊。我看你每天上班挺辛苦的，让你，对吧？平衡车上班挺好的吧？扫地机器人帮你减轻很多负担啊，这不都挺好的？你天在家什么事都没有，你就不能把屋子给收拾收拾吗？那你刚开始收拾的时候不是也没事吗？你在家什么事都没有，你收拾屋子怎么了？凭我每天我工作一天特别累，回去好帮他收拾屋子。是这个是屋子问题，就别再说了吧。曲总都受不了了，你看，别说了，你想象那个场景。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天天在家坐着也不是什么事，我去你找个工作吧。对，就去我们医院应聘保安嘛。他应聘保安之后就每天去找我，我在科室，他每天去科室找我，每天去找我，就我上班时间也来，
就非要跟我说两句话，我说我工作呢，不要老是来找我。后来就是闹，整个医院都在传这种流言蜚语啊。刚来的一个流言蜚语啊，就是刚来的实习生，刚来没几天就要跟一个保安谈恋爱，你这到底来工作还是来谈恋爱的？哦、就影响特别不好嘛。女医生爱上了男保安，好题材，你看大家都传啊。这点我不赞同、啊，就是我们俩恋情为啥不能公开、啊？为啥不能让别人知道呢？恋爱本身就是美好的东西嘛。是是是是是。对啊，为啥不能让别人知道呢？人家实习生，实习生怎么了？我们俩谈恋爱。谈恋爱别在工作场合谈，那我去他们科室看他，我也有错吗？啊，这不工作时间吗？所以，男生的委屈在于你没有公开恋情，女生的委屈在于说你别弄得满城风雨。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不要老是这样，就是这样对我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嗯。他倒好，不做了，工作说都不说就回去直接做了。又不干了啊？对，就不干了。那不干是找其他工作还是就待在家里了呢？就待在家里，啥也不干。我怎么能是什么也没干呢？我还不想着每周咱们的情侣日呢。每周还有情侣日？哎，说。对啊，我跟你说，人家所谓的情侣日啊，人周一到周五精心策划五天，说周六你必须得去跟我约会，约会出门前你必须得化妆，吃饭前你必须得拍照，必须发朋友圈。你要不发，你就是不爱我，我就不吃饭，我就绝食。就是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天，你不应该尊重一下我吗？兄弟，拦一句啊，你再阐述。对，我这才缓过份来，就是说。你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周六情侣日的策划和实施，对吧？目前是这样。你不拿工资还得贴钱进去，对吧？一直是我在贴钱。就周一到周五就想怎么干，周六就把这事儿做成了。对呀、啊。然后他管宣传，朋友圈里发一张海报，你就觉得就是我现在我把老家那边工作辞了嘛，主持人。听懂了。就过来就是专门为了陪他的。这个下了血本了，你看周一到周五。下了血本，你问他血本从哪儿来的呀？血本从哪儿来的？那我之前工作的那资金，那就那点积蓄，你过来都大半年了，早花完了。那他后来的钱从哪儿来的？那车那是我爸给我买的，以我的名义买的，我想卖就卖啊。那我有完全有对这辆车的100%的支配权啊，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再说了，咱俩谈恋爱不需要经济支撑吗？你把车卖了？卖了。卖干嘛呢？就当做谈恋爱的启动资金啊。谈恋爱的启动资金啊？对啊。那后续资金从哪儿来呢？车钱用完了。我是这么着啊，主持人，我是做这个做工程的啊，就是说我能挣，我有人脉，随时都能去挣这笔钱啊。就是我不在乎这个钱，我完全可以目前就把它丢掉，然后事成之后我们再回去接着干都行。事成之后，就我跟他结婚以后，我回去再接着干，随时都能捡起来。哦，听明白了，就是说只要你把它娶到手了，对。我随时都能捡起来，行，挺苦恼。前段时间啊，跟我求婚啊，我说就你这样，现在连个工作也没有，这钱还是把车卖了花的钱。我说你就是在啃老，让我跟你结婚之后跟你一起啃老是吗？那我爸的钱不就我的钱？你自己就不能去挣钱吗？你也是两只手啊，你不能自己。那我不是把之前那工程给丢了吗？不是过来专门陪你吗？我要是不爱你，我至于这么做吗？可是我想的不是这些东西啊。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为了咱们这份爱情我损失了多少东西？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呀？我每天已经很累了，你这些做的这些所谓的仪式感我一点都不想要，只会让我更累。我周六日真的我不想去跟你什么看电影吃大餐，我真的是想睡一个懒觉而已，就是很简单，哪怕就是我起来之后咱们俩一起做一顿饭，我觉得这都很有意义。你周一到周五在家什么都不干，你就不知道把屋子收拾收拾吗？我下班回来之后有一个这样干净的环境，我累的时候你能给我递一杯热水，这就是我想要的。你做这些东西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我不是说不干，主持人，我的观念就是什么，就是说咱俩可以完全腾出时间来去就是更多的相处嘛，然后就是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家务什么的我们可以雇小时工来干嘛，这就很这有什么你自己有手有脚为什么要雇小时工啊？你自己不挣钱，你花的还是卖车的钱。这事儿我听明白了。我想问今天姑娘来想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我就特别的。你也不知道，就是挺纠结的，我也很矛盾。就是我心里边其实还想着他一开始对我就特别体贴嘛。就是你觉得这男人是体贴的，但是这男人现在的生活态度或者叫生活方式出了大问题，是这意思吗？对呀。花你很多钱吗？这姑娘？我不在乎，我跟他花多少钱我都。我们你给我客观的说。是花了你很多钱吗？就是他接受你很贵重的礼物吗？还是怎么？他不，关键是他不接受，我就气在这点儿啊！哎，这就对了，生活就得这么教育你，兄弟啊，钱不是万能的啊，别以为有钱什么都能买。
你会觉得其实很奇怪吧？我全心全意的对你好，对不对？对啊。我给你送东西，你居然敢不收，对吧？对。我这么上着杆子对你，居然都不拿正眼瞧我，是吧？我那么没有地位吗？是不是这感觉？反正现在是这种感觉，挺特挫败哈。对。你就赶紧工作就不就得了吗？回去工作去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啊。解决了了，都解决了。回去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嘛，想过吗？想过呀。去呀。但是他还在这儿啊。你让他在这儿啊。啊，我俩得在一起。你看你又舍不得是吧？对。多大了？27。27。我觉得你这27年唯一一件有眼光的事儿，就发现了这女朋友，就特别好。就你要说27年一事无成，这个算，你可别把这个丢了。所以我给你先打一个预防针啊，接下来好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这场恋爱的一开始是一个叫报恩式的恋爱。我说的报恩式恋爱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就两个人爱情的开始来自于这个地方。好，他感受到了你对他的好，所以呢，他也愿意和你交往，这都没有问题。你说他后来拒绝你的礼物，我觉得拒绝对呀，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一个携恩求报的人，携是挟持的携，我挟持我对你的好，所以我必须要得到你对我的回报。你一直在这儿表明，你看我对你怎么怎么样，你看我是为了你怎么怎么样，你看我是给了你花了多少心思送你一个礼物，所以你必须要开心，所以你必须要跟我住在一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好，这就叫挟恩求报。这个在感情里面是不应该存在的。不要再想着我有人脉，我爹有钱，我有功臣，仔细想想，我究竟还有哪些地方还值得被这个姑娘所爱，未来我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被别人所爱。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山达老师，你没听说过四个字吗？坐吃山空。就你家有再多的金山银山，它总有空的那一天呀，怎么办呢？你就等空的那一天，说我再去挣，我有人脉有资源。你那个时候的人脉和资源还认你吗？不要打着我爱你的旗号逃避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口口声声说我为了你我搬到你那儿怎么怎么样，去你的城市，那不是你正好轻松了什么都不干吗？你要真的爱他，他上班那么辛苦，你还忍心回家让他收拾家呀？你要真的爱他，你为了他搬到他的城市，你不应该做好一桌子饭菜等着他回来吗？你口口声说我对你多好，我对你多好，我给你花钱，你花的是谁的钱呀？那是你爸的钱，你用你爸的钱买他的好。你如果真的爱他，首先你应该懂得他要什么，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跟他初中高中同学，按说应该很了解他，他现在又是你女朋友，你送他东西他都不收，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你以为每一个姑娘都是看到贵重的礼物就一定会收下的人吗？不是，你找的这个姑娘恰好不是。所以你真的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了解她吗？你到底是怎么爱她的？你可能送她一个小钥匙链，一块两块钱，但这一块两块是你通过自己劳动赚来的，他会非常感动的收下，而且会一直带着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姑娘，谈什么爱？所以我觉得他离开你是早晚的事儿，做好心理准备吧。谢谢。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曲总，你们俩才真真正正的是那些所谓的什么三观不合的人。他的目标是什么？你了解吗？你的目标好像倒挺清楚的，我的目标就是跟你在一起，但他的目标不是这个。他的目标是希望你有你的生活，你有你的事业，我来实现我的事业，你不要过来给我增加负担。你自己肯定觉得委屈，但是我觉得你这是一种情感绑架。真正要找，一定要找一个跟自己三观相合的人才会幸福，否则你不管怎么努力的去使劲儿，人会觉得越来越被压抑，懂了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哎，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礼物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不起。所以你不能欠他的。对，我不能欠他的。
你不想欠别人的，你内心是想做一个清白的人，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爱。有工程，兄弟对不起你出局。哥给我个工程，兄弟对不起你出局。你看他还这样吗？绝不再会了。他才明白，你经历的太顺了。你生活在你爹的光环里。我再说一遍，二十七。来，请关门。这个恋爱谈的，我相信对他们俩来说都挺累的。彼此有没有爱，至少从今天看来，这两个人还是在乎对方，只是在乎的方式有点让彼此接受不了。看看这对小朋友的选择，请开门。我又不是无缘无故的冲他发脾气，天天跟那个女的关系不清不楚的，我肯定是不满意啊。现在他又找我提出复婚，但我真的有点害怕他又像以前那样子对我，我真的受不了。当时我也是一时冲动，但是现在他不复婚，我就又觉得他真的是没良心。我要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46岁，来自重庆，司机。有请王先生，有请。
于女士48岁，来自重庆无业，有请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是要复婚是吧？哎，对。啊，结婚多少年啊？结婚24年了。离婚多少年啊？离婚有2年。离婚有2年，谁提的离婚呢？是我提出来的离婚。现在您又要复婚，嗯，是这意思吗？对。您想复婚吗？不想复婚。不想复婚啊？那你来这儿是？再来调解一下。咱问问吧啊，24年离婚2年，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女儿24了，儿子20岁了。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就是为一个女的吧。什么女的？她的暗恋。没有的事实的说法。啥意思？那你来给解释解释啊。只是我们有那个微信上的那个聊天，她那时候我跟她有什么来往。啊，您在微信里有一个异性朋友，是这意思吗？对对对。被您给发现了。对。那朋友认识多久啊？应该是在深圳那边打工认识的吧，一个厂的。20多年。20多年前的一个朋友。还在我结婚之前。前女友。对，我可以这样说，但是对她不是的。哦，这次听明白了，妻子发现了丈夫在结婚前，就是20多年前的一个暗恋对象，她还跟他保持着联系，是这意思吗？不是，不是一直在保持联系，这是最近这2年得到他那个消息了。哦，才有了他的消息。对对对。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家里嘛一直都有那个女的照片，就那个时候嘛，应该是跟他们一起进厂吧，那个时候拍的照片吧。啊，我就一直以为是他的朋友。我是最后听他自己讲的实话啊，这个跟他分手的时候把他那个老家那个地址给了他，2年前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开车去找了他们，就这样跟他们又联系上了。刚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真的是他的朋友，他都把他的微信加起来。本来我们两个都是朋友，什么东西这事都没有的。那你为什么不给我讲呢？和你讲的话讲不明白，这个是不是？行，听明白了。2年前，女士发现自己的先生跟20多年前暗恋的一个女孩子再一次的取得了联系，于是故事开始了，是这么个意思吧？是。当您发现他一直跟那个女的联系之后，您做了一些什么呢？就马上提出离婚吗？没有，我刚刚开始我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就想到小孩子还在读书吧，我就说看他的表现，他不来往嘞，我就不提出来跟他离婚。本来就这个日子就停着过了。聊个微信有什么来往？那为什么你每次跟他聊天，每次都背着我聊天呢？你跟他两个聊天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呢？我就有那么不讲道理吗？这是不是为了不让你误会，所以才不让你知道，是不是？如果让你知道，反而误会了，我也说也说不清楚了。你们都聊些什么？就聊这是一些家常事了。聊得密切吗？不怎么密切，都是随便聊一下。然后这个信息您看过吗？我没有看过。啊，然后您做了什么呢？他就跟我大吵大闹的，3天小吵，5天也大吵，就跟我平平不牢的。就说我跟他那个女的说有那个有什么不清不白的。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不让你知道是为了我们家里平静，知道没有？那我怎么知道呀？是不是啊？行，然后呢？就是您就生活在痛苦的怀疑当中是吧？是啊，就我知道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的心真的没有平静过，就想到这个家庭肯定要出问题。啊，然后呢？我就毕竟想到我们20多年的夫妻了吧？啊，反正能忍的就忍一下。但是现在我你忍了没有吗？我没有忍吗？我还怎么跟你说？叫你不要跟他联系。你当着我的面把他微信删了，没有过多久你又把他加起来，你为什么？但是加起来我是有其他的事情嘛。那你就跟我讲清楚啊。那你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讲呢？你知道、这个、那我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20几年前的朋友，你现在本来就是那个异性朋友，你现在呢如果说无缘无故把他说清楚就说不清楚了，你刚好像越描越黑了，是不是？这个都不算还好一点啊。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这么一点小事他搞这个很大的事情。那他在那个阶段有没有类似于说管您的钱啊，管您的出行啊，就类似于这种有吗？最后那个钱家里的那个卡全部给他，不管是将来现金也是他在管，包括我去跑车的时候付款是用那个微信吧，就是用的他的二维码。哦，就财务是在他手里。哎，对对，扫二维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收到钱我都不知道，搞得我很恼火。管您的钱？嗯。出门管吗？基本上我要走哪里嘛，他要问清楚你要去哪里。
跟什么人那个在一起？他是跑滴滴的嘛，有一天他那个手机忘了嘛，起床我就看到他手机，看到那个女的又把他架起了，还叫了一声什么亲爱的，当时我都真的很急，最后他就回来拿了，他看到我在看他手机。现在说亲其实很正常，是不是？到底是亲还是欠？亲不是欠了亲。呀，这么大。那在你心里面就说是普通朋友是不是啊？那在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啊，五雷轰顶。想想20多年前的朋友，其实来说也关系也不是一般的了，对吧？听明白了，就是先让你不联系，你答应删了又加上了，结果被妻子发现了，是吧？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是吧？然后呢？我就说跟他离婚吧，我说不离也要离了，我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反正只要你把那个离婚协议书签了就可以了，反正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走人。我不管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是啊。然后离了没？离了。开始的时候我不想离，我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劝，他也不听，包括女儿他们来了，我说女儿不是我想离婚，是你妈要离婚，我是被被动的。也就是说，从3天一大吵、5天一小吵，发展到管钱是吧？从管钱再发展到跟着，到最后的高潮是发现了。删除的微信又加了回来，于是您提出离婚了，是吧？然后您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劝，没劝回来。没有。房子给谁了？他那个时候提出的条件说，他什么都不要，他走人。他净身出户了。哎，对对。钱什么房子都在您这儿。对。这是为什么呢？按您的逻辑，是他犯错误了。是他犯的错误啊，但是我受不了这个日子，只有这么选择。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啊，是这意思吧？是啊，对。那怎么就想着要复婚呢？这两年我跟我女儿住在一起嘛，啊，就带有时候带一下我外孙嘛，时间久了好像也不怎么方便那种吧，就是跟他们年轻人住在一起啊。我就说想着回来找他。我跟你说，你那不是说不怎么方便，觉得我还是好是吧？我会忍让你，迁就你，怎么样？你要不想复婚，你别说话。但是他说了，我觉得他在撒谎吧，说什么什么不方便什么。你听人先撒会儿谎吧，哎呀，真是。啊，您接着说。我就说，看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有没有在一起啊？没有。我说没有在一起的话，我就回来给他说嘛。我说我们还是复婚吧。这两年多，您经常回过去的家查看一下是吧？没有，但是我经过我的朋友打听过。也就是说，这两年多，其实您还在暗中观察着他们是吧？对。通过这两年多的观察，发现他们俩是确实没事儿，是吧？对。所以您要复婚了，是这意思吧？复不复？不想。为啥呀？一旦复婚了，怕他旧病复发了，我又啥旧病复发了？你们不是没事儿了吗？他口里说没事，但是谁知道？那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本来就没事儿。本来没事儿，就现在有事儿喽？我就是害怕。你别害怕，你这两年有没有新的感情啊？没有。那跟那个20多年前暗恋那个对象还聊天吗？不聊了。都为了他离了婚就应该聊啊。是你不跟人家聊？为了聊这个，聊这个微信连加了没了，我也聊什么？不聊了。哦，那对方知道是因为聊天聊出的事儿吗？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没有公开。这两年多你们俩有联系吗？我没有怎么跟他联系。你们俩？我没有跟他，是啊，我没有跟他，没有怎么跟他联系。那你跟人联系了吗？一般不联系。那不联系怎么就要复婚啊？他那个叫那个女儿他们过来那个劝了我几次。你啥意思啊？但是我坚持我的那个原则。你为什么呀？还是害怕。怕啥呀？怕他还是在像以前那样对我，又疑神疑鬼的。哦，那他过去在没离婚之前的20多年，他疑神疑鬼过吗？没有疑神疑鬼。哦，也就是20多年都挺好的。嗯，对。就是这一个疑神疑鬼了。哎，对对。那他到底是冤枉你了，还是没冤枉你呢？他本来就是冤枉我。呀，就像一个悬案一样啊。您现在很委屈是吧？哎，对。那他做什么你能跟他复婚呢？除非他那个把以前那个脾气改掉。把以前的脾气改了，那可不好改呀。为啥要复婚呢？因为我觉得以前吧，他对我还是挺不错的。哎，他以前怎么对您好啊？家里什么我说了算吧。哦，什么都您说了算啊？对。家里活都谁干啊？一般都是他干的。谁挣钱挣得多呢？我那个时候带小孩，跟他结婚，我一直都没上过班。哦，您做了20多年的全职太太，是这意思吧？应该是。那您这两年的生活费谁给啊？就是我女儿给吧。不如花老公的钱花的痛快哈。是。心里还有他吗？
反正有点犹豫。你是说20多年没感情，那是假的。对对对对，相信以前的事情呢，还是心有余悸的。但是也害怕。哎，害怕。看来那半年闹得很惨烈啊，是不是这意思？是。现在自由吧？现在自由。啊，多自由，想干嘛干嘛是吧？嗯。没人查你的手机了。对。谁给做饭？自己做。反正过去20多年也是自己做的是吧？啊，对。啊，也没有什么改变哈。没什么改变。就是少了一个唠叨你的人。对，这样还亲近。哎，儿子对这件事儿什么态度？儿女他们呢，还是想我们福分。那你呢？我还是有。哎，你就说句痛快话，怎么着你才富吧？如果说，我说是如果啊，是是是，我知道，我也是假设。如果说要复婚的话，你最起码也给我留一定的空间。我个人那个好像自由。哦，这个空间和自由是指什么呢？是吧？我想去哪里见什么朋友，或者跟那个哪个朋友去吃个饭了，或者是有点事，你不要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一套。还有吗？不要动不动冲我发脾气。钱还给他管？钱我要管那才行。这家务谁干？两个都可以干。哎呀，这到底是要付还是不付呢？该不该付呢？这段婚姻当中到底出现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最近在一直在研究，就想太多这件事，很多人真的是自己摧毁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自己摧毁了自己的生活。冲动是魔鬼，不是冲动是魔鬼，情绪是魔鬼。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对，你跟他离婚也好，你骂他也好，都是为了抚慰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这两年看他没有跟人来往就知道了，一切都是你的心魔嘛，所谓的第三者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他存在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让你冲动的，让你痛苦的，让你怒不可遏的，让你觉得无论如何也过不下去，那个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控制不了的是自己嘛？你控制他控制得很好嘛？你控制了20多年了，你以前是太后，是公主，他是被你使唤的人，你当然是在天堂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做，对吗？还要被你压榨，还要被你欺负。现在你想要复婚 ，OK， 我能理解你。他凭什么跟你复婚？其实我刚刚想了半天，真的，我把自己带入到王大哥身上，我想了半天，我实在没有找到你们让支持你们复婚的理由，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知道吗？就是很难受。就凭什么我好不容易爽了两年，这两年好开心啊，自由的味道，你知道吗？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后来他松动了。我就顺着他思路去想，你为什么松动？还是你在视频里面说的那句话，你说他没良心。这句话你说点子上了。感情是有的，恩情也是有的。你说虽然做了那么多年的公主，做了那么多年太后，但是你跟他之间，毕竟抚育的长大了两个孩子，他辛苦吧？辛苦。带孩子也辛苦吧？带孩子辛苦。啊，那么多年在一起，两个人不容易吧？不容易。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情分在的，当然他也有站着理不饶人的事儿。你凭什么？你房子都是你的，钱都是你的？因为他提出来，不是他提出来就全是你的吗？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说的什么都是我的，他是他那个时候他只想把我分离掉。所以，于女士，我给你的建议是，好好的想想我应该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来的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你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你要给他留多少余地，留多少分寸，你要怎么去尊重这个人，让这个人享受做为人夫为人父，在别人面前他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这样一种尊严。如果你想明白这一点，再去跟他学会跟他平等的交流，去划分家庭中的权利，我觉得你复婚是有希望的。好，谢谢陆琪老师。来，山大老师，我也觉得不复婚挺好的，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仅仅是您曾经暗恋过的女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女孩，莫须有的这么一个人，她能够记恨到去跟你离婚？我刚才这样分析，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基础是平淡的，没有波澜的，没有激情的。女人很害怕出现一个对比对象，
因为在他的幻想，在他的想象当中，他可以把这段暗恋和这段感情想象的无限美好。你们那段岁月我没有参加过，我没有加入过，你们曾经是多么轰轰烈烈的，你有多么喜欢他，多么爱他，他每天就活在这样的思想当中，而每天面对你是什么样呢？跟我在一起你就是想逃开我，你觉得我什么都管你，你觉得我唠叨你，我为你生儿育女，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那个暗恋对象。所以他那段日子是一直活在这样一种病态的心理当中，他让想象和幻想把他自己淹没了，觉得这个女人他比不过，因为他觉得你更爱那个女人多一些，你对我只是感情，这是女人心里最害怕的。如果一旦出现这样一个人，尤其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的时候，那就完蛋了，他所有的精神支柱和支撑就没有了。你原来心里这么多年一直心心念念是你这个暗恋的对象，你根本没把我放在你的心里，所以他会急，所以他觉得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转头就去离婚。我说的是不是你的心声？是。所以就是很简单，你没有让他很坚定地知道，我这20多年跟你在一起，我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你急于一直在辩解，我们俩没事，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是没事儿。他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我跟这个女人相比较谁更重要。但这也是你最傻的地方，一个20多年都没见的女人，她就算再爱能爱到哪儿去啊？她给她洗过衣服吗？给她做过一顿饭吗？为她生过孩子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谁对他好，谁为他付出，他非常清楚。他怀念的只不过是那段年轻的岁月，而不是那个人。真真实实跟他过了20多年的是你呀。我就当时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啊，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想清楚这个劲儿了。所以我刚才会替你铺垫那些话给他。祝你们幸福吧，谢谢。好，谢谢张大老师啊。来，曲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复婚幸福，还是现在这种状态更幸福。因为我有几件事想不通，就是为什么会因为这么一个暗恋的女孩就一下分手了，这么严重？你们之间有很大的问题，只不过在这个场上并没有说出来，可能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这位大哥，你真是这么理直气壮吗？你真的就这么觉得我这事儿是一点错都没有吗？你扪心自问，你明知道自己的老婆不希望你跟这个人牵扯，为什么微信删了又加，然后还有这么不清不楚的沟通呢？对吧？还有亲，另外一次，最后那次加微信的时候，你不用接吧，你也不用解释，我就让你自己问自己。你今天站在这里说大姐这不是那不是，你真正正正的底气有多少在这件事情上？第二个问题我讲不明白，大姐说净身出户，你就让她净身出户了？你有考虑过大姐那她没有经济来源她怎么办呀？如果你真正的跟她有感情的话，她未来日子怎么过？你有想过吗？你真这么理直气壮说你就应该净身出户，因为你错怪我了？第三，2年了，大姐是一直在求证，一直在观察，那是因为她还爱着你，而你做什么了？你跟他不怎么联系啊？你敢说这期间你就没跟那个暗恋的女孩联系过吗？这3年我想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让你们继续在一起是好，还是这种状态在一起是更好。我想不明白，我无法给你们建议。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蒲老师，你怎么哭了呀？一个自己妻子阻止甚至不惜跟他离婚都要去联系的一个女人，你在离婚之后你会不跟他联系？真的一次都没有？没联系，微信上一个问候都没有？微信早就删掉了。那就奇怪了，你为这事都闹到离婚了，你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没有。一个20年前的人，你把他重新翻出来，然后引起了妻子的种种猜忌，影响了你们的家庭和谐，最后甚至一纸诉状离婚了。现在你自由了，你反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不联系。其实来讲，从内心的说，我们两个离婚了，其实我也非常后悔的。后悔你这2年也没看见你主动伸出橄榄枝吗？
想到闹的时候那个面容，真的就有点害怕。其实所有的事情啊，一定是双方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大姐其实挺可怜的，可怜的不是你。该下狠手的时候，你是一点都不留情。我没有下狠手。净身出户就是嘛。这是他自己说的。对呀，他自己说，一个跟着你20多年的女人，一个跟你生儿育女的女人，你让人家净身出户，而且你还说是他提出来的。大哥说我还没想那么多，就是他说你的女人先亲近一段。你不怕这两年当中他遇上另外一个男人他再婚吗？你不怕吗？大哥说我还真没想过。所以这几个问题问下去啊，我觉得虽然你有种种的不理智，在那段时间你歇斯底里捶胸顿足，虽然你不相信的，但我依然觉得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我不知道那个女人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单身，还是她没有希望。我这样想可能有一些腹黑，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俩之间，曲伟刚才那个观点我是认同。那个女人只是体现了你们生活当中真正的问题。你们俩相濡以沫过了这么些年，也生了两个孩子，但并不代表这个男人有多爱你。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不是每一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某一件非常刻骨铭心的事情来验证彼此之间爱得有多深，而你们恰巧有这么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映衬出来的就是你太冲动，而这个男人是蔫人吃豹子。我觉得他没有多爱你。其实我是爱他。你如果真的爱他，在他闹得最凶的那段时间你生气，但是你要知道他也很可怜，他也受折磨，他冲动地跟你离婚，提出净身出户，你也万万不可能让他一分钱都不带走。如果说我不爱他的话，我跟他离婚，我就去找哪个女的，那个女的现在也是单身的。你怎么知道他还单身？其实他两个。行了，我告诉你，就这两件事情而言，第一，他说离婚，冲动之下你离了，我是可以理解，但是你一分钱都不给他，两年之内你从来不去找他，就这点而言，我不觉得你有多爱他。我不否认说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踏实的人，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这些年来也是这么度过来的，但是你爱他有多深，这两件事情已经可见一斑。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不要再复婚，至少现在不能再复婚。复婚未必对你好，你不要以为你复婚了之后你们俩能够回到从前，经历了这么一次大的事件之后，你们俩之间已经很难再回到从前。在复婚之前就开始谈条件，那复婚之后呢？你觉得你们之间还能回到从前？所以我想说，大姐你别傻了，说句实在话，在最开始一个女人这么歇斯底里的闹，这么管你，的确会很烦的。但通常男人的表现是前三天很爽，后三天想她，那是一种习惯，那已经爱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去了，但你没有，所以我觉得你没多么爱她。我就不要复婚，现在不要复婚，复婚未必对你好，再多了解了解吧，多想清楚一点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没有办法去说离婚到底是因为情绪管理不好，还是因为先生就真的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情，这都是过去，没有办法推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有人愿意重新回归到这段婚姻，有人在这个门口欲拒还留。我们所说的表面的情况其实非常简单，注意两个事实就好了。一个是离婚之后妻子一直住在女儿那儿，女儿经常去爸爸那儿提出妈妈要跟爸爸复婚的请求。第二个事实就是妻子所述的，说她还在挣钱供我儿子读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两年当中，这个男人没有所谓的去花天酒地。也许他不爱这个女人，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这个男人在
他同样，反正你现在跟我离了，我也摆脱了，也没考虑那么深。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这样。如果觉得离婚本身这个举动在这个上面是不公平的，考虑到你是一辈子为这个家庭的付出，那么应该有财产上的重新分割。所以重新分割的概念是什么？是有一部分的房产和钱是归女士的，这样至少让女士在一个有所谓的个人收入的前提下，经济独立的前提下，能够重新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举棋不定的话，这样能让她更明确地知道女士到底是因为还对这个男人或这个家有感情，还是确实因为生活里她需要这个男人来养她。我们现在分不清楚这个嘛，这个你愿意做吗？这个财产我不愿意分割。那你愿意复婚吗？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流。不是我不爱的，其实我还是很爱的。等一下，其实两年，我为什么不希望那个财产呢进行分割呢？如果是真的分割了，这个都是全部散掉了，是吧？你说复婚，其实我为什么那个我开始说是不愿意的？我也无了考虑，对吧？只要你真的是那个改掉以前那种脾气的话，其实我还是那个完全可以复婚的。如果真的是一旦分割这个财产的话，孩子读书什么什么的那些都真的散了。哎，请亮灯吧，咱也别把那个决定做得那么草率啊，就像离婚一样。两位到门背后好好的想一想，谢谢两位啊，来，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如果不是嘉宾自己站在这里讲述，可能你都觉得这像一场这个荒唐的闹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就上演了。那我们用很理性的角度来推论和推定的话，确实是20多年的婚姻出现了问题，要不然不可能因为几个简单的微信或者20多年前暗恋一个对象的出现而导致一段婚姻产生破裂，这就是生活嘛。来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做怎样的选择，请开门。有经营网友提问说，婚后婆婆总是旁敲侧击的找我们要我们家的钥匙，说要来帮忙收拾卫生浇浇花，但我不想给她，怕她来了不方便，也怕她来了看到家里乱导致对我不满而吵架。我一拖再拖，但婆婆今天就为这事不高兴了，我老公也让我给她，我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给，因为你们是一家人，尤其这是他儿子的家，他儿子的态度也是明晰的。他要钥匙并不是说要住到你们家里来，他的理由是帮你来打扫卫生整理家务，
这样的一种给，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触动和促进。为什么家你要搞得很乱呢？如果有了婆婆这样的督促，有了这一把钥匙，可能打开的就是你对家庭的这样的一种责任，甚至把家庭整理得更加完美的这样的一种载体了。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